好解压啊，看你吃饭。加盟在美国，我们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蒙，这是我们的首席试吃员老麦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制作非常简单、营养非常丰富，同时又非常好吃的不可思议的猪肘子米粉沙拉。它有荤有素，它营养丰富，小宝宝吃了都说 good。你说 good？ 没有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今天咱们的主角呢，一个是猪肘子，一个是米粉。那我们现在先把米粉先煮上，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猪肘子。因为米粉就非常简单，大概煮个4到7分钟就 OK 了。我们现在先把它煮上。现在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真正的主角猪肘子。这个是在 Costco 买到的，一直想在美国吃合适的猪肘子，然后甚至去研究怎么买怎么做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大概这么多是21.36美元，5块钱一磅，还比较良心的价格，因为它确实你看这么大，你要是自己买自己做的话，恐怕21块钱是买不到的。这可是猪肘子肉，哇，太好吃了，赢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切好了，用微波炉给它加热一下。好，我们已经微波了2分钟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猪肉里边的油就已经化掉了，一会儿拌到这个沙拉里边，香。接下来就是准备配菜，黄瓜呢，我们把它拿削皮器这样刮成一片一片。这胡萝卜呢，是我们之前用慢煮神棍煮出来的，用水煮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胡萝卜更甜一点。想了解慢煮神棍，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。好，胡萝卜也弄完了，黄油生菜。是我们下一个需要用到的食材，撕一下就可以，不用刀切。看，完事儿了。切点葱花，2根小葱。香菜呢，喜欢就多放一点。当当，开始准备料汁儿，1茶匙的鱼露，2茶匙的香油，1茶匙的柠檬汁，1茶匙的蜂蜜，1茶匙的鸡精。再来1茶匙的花生酱，调到一起。有的小伙伴呢不习惯吃鱼露，那你可以用盐或者甚至是酱油来代替。刚才煮好的米粉，然后呢把其他的食材围绕着它放进来。当然我们是为了拍摄好看，你也可以不这么摆，反正一会儿还要拌得乱七八糟的。料汁下去，猪肘子，哇，向往的生活，关不住了。哇，好解压啊！看你吃饭，这个调料的咸淡刚刚好。嗯，谢谢。那猪肘子有一点那个猪油都拌到这个米粉里边，就特香。你太抢镜了，姐们儿。北美的黄瓜一般都挺难吃的，没有那么脆。但是这种波斯小黄瓜削成片呢就挺好的，你吃就吃还挡我镜头，嘿，你还掂我嘴边的东西，哎呦。米粉非常的弹牙，肉非常的香，菜又特别的爽口，自带一些蔬菜的甜味，尤其是胡萝卜，我们是用慢煮神棍做出来的，它胡萝卜的味道非常重，同时又非常的甜，难以想象它有多甜，到嘴里边稍微一嚼就化掉了。哇，每一样都好吃，好久没有做这么简单然后又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啊，我吃我吃，你先吃口肉，那我吃，你要喝水。好好，谢谢，这肉太好吃了，卡卡的熟食区永远让你充满了惊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2到3期的关于美食或者萌娃的更新。你说拜拜。拜拜。